OK， 麦粉、酒精啊，沾湿这个水巾。OK， 然后把这个擦干净啊，可以转动这个来擦的啊，可以转动这个来擦的，然后可以转动这个齿轮，来带动这个转动这个齿轮。装上这个白色齿轮，然后呢，它这边也会给你装到，然后清洁这个，一定要擦干净。它这个上面有那个木粉啊等等这类东西，导致它这个没有那么糙了，就是它那个附着力不好了，所以说一定要转的擦干净，擦好。OK， 然后下面这一步是清洁这个感应器，清洁这个静止传感器。然后拿一个棉签过来，然后呢，一样的沾湿它。OK， 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感应器啊，然后它是把这个拨片拨出来，拨出来之后呢，然后呢传感器清洁，啊，清洁这个传感器。可以看到啊，它是拨片拨出来的，你把这个拨出来之后呢，才能清洁这个传感器这个槽位。再操作一遍，再演示一遍，先把这个拨出来啊，先把这个拨出来，拨出来之后呢，用棉签清洁传感器。OK。